大家，今天是个特别、非常特别的嗓音的我，这不是刚起床的我，这是感冒的我，听起来超像，鼻音超重。真的感冒了，但不严重啊，就是感冒，呵呵。很久没有感冒，就是疫情期间，除非你确诊，可不然就是口罩大家都戴得好好的，蛮难，其实蛮难感冒的，会更懂得保护自己。但是呢，我感冒了，我还超紧张，在台东。我这礼拜哦，我上礼拜在台东，上礼拜哦，这礼拜讲错了，这礼拜在台东，就是比赛结束之后，隔天我就出发了，回台东了。然后原本想说可以快快乐乐的在台东玩。放个三天，然后星期四就回来这边台北练习，结果就感冒了，我就多放了一天假，礼拜五再回来。哦，就我星期二起床，我星期一回台东嘛，星期二起床的喉咙就有点痛，我想说吓到完了，我是不是确诊了？我在台这个车上是不是确诊了？还带来家里带回台东这样子，结果。好像不是，我就觉得说一直在想自己的症状，这个绝对不是确诊的症状，但这个时期很敏感，这个时期感冒了就很像就很恐怖啊，就会而且没有买快筛，就只有流鼻水，跟我以往的感冒都一样，就是流鼻水流到爆，就是我想要接一根管子，然后直接通到垃圾桶这样子，通到水桶，超恶，但是就是很不舒服啊，就一直在流鼻水。这边我不知道这个磨皮特效有点强，但是现在有点红红的嘛，这边都破皮，现在这边都破皮，然后这边还长一颗痘痘，超痛，这边全部都破皮，超严重，黑丢。然后我现在声音长这样，就是鼻音，然后又Hello， 张志祥，好友，那我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然后我想一下，对，这礼拜很充实的台东，过健康的生活，没有晚睡，什么都没有晚睡，然后也没有玩麦块，很棒吧，超健康。然后三餐也可能没有吃三餐，但是。就是生活品质大大的提升，一个人睡，你知道，一个人睡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人睡，就是很一个人睡的睡眠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人影响。夜夜吃瓜吃到吐，写什么鬼屋探险会员票，听起来非常可怕。Hello， 族人切换 ，Hello。那好，我讲什么哦？然后我感冒，我到礼拜四哦，礼拜三才快筛是阴性哦，那就没事啦。嗯，就是普通感冒症状，我没有咳嗽，我就每次是普通的感冒也会咳嗽吧，就是小咳，但是这个小咳就会非常的恐慌，问我是不是确诊了？那跟真的都不是确诊的症状，就是还是有点。一般的感冒，你味觉有时候也会失调，就是回家，然后就是家里煮了一道菜，然后我吃起来超没味道，然后想说完了，然后他们我没有说任何话，我怕他们恐慌，然后就听我妈讲说，她就说啊，这个鸡汤很咸哎，真的很咸哎，然后说好像是蛮咸的，但不至于吧。然后隔天味觉比较恢复了，然后喝那个鸡汤，我差点没有被咸死。然后他说：“哦，这个还比昨天还要淡。”大家都就是平常张法法，这就是私底下跟我说话的张法法。我不知道，我是个烂东西。猥琐。Hello， 思涵。中没有中标，没有中标吧？不然高雄现在在这边。明天要公演哦。明天要 SP 公演哦、okay. ，Hello。
下一起吗？主要这是流鼻水啊，流鼻水的研究，流鼻水可以影响一切，可以影响你的喉咙超痛，那就是咳嗽，然后倒流就想要咳，把东西全部咳出来的。哎、欸，你知道被翻唱了那个吗？你之前很爱听的那个贝尔、贝拉、贝尔。啦啦啦啦！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我不知道那首是叫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首是什么？有啊，他动画很多东西就这样爆出来，爆出来。对啊，没有错，很期待耶，我很期待，我想看。那这首歌该是有八分钟。你看、啊、我后面我不喜欢后面，所以我都听。可是到后面有一段很感人，动画。嗯，但我觉得后面不是我说翻唱的这个。现在演哪一出？没有，没事没事。刚刚觉姐在 IG 上放男友视角的影片，有啊，他还跟我要影片，一直跟有没有影片可以剪，然后就剪了一点点给我看，他目前能剪出多少东西来，然后就他还问我说没更多正面。对啊，我前面你们没有发现前面都是侧脸嘛，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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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头发。然后我会问他有没有更多正脸的东西，因为其实都是我拍的。然后你可以拍更多正面吗？但是你们仔细想想，我会遇到高中觉得时间都是在干嘛？就是在宿舍的时候，在宿舍的时候没有人会化妆，好吗？除了直播，我们没有再出去。怪我咯。我真的剪不出来，我真的剪不出来，我花超久，然后是素颜，然后搞笑的影片这样子，超烦。要不然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反正不管怎样都是素颜，然后都不能放。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他发什么疯，戴墨镜，然后戴帽子，又穿那个超级衬衫。我给他们看过。你又给他们看过？哈？可以放其实。不行，太不行了，大哥。你是说影片那一位吧？对啊，那个，喂。你喜欢真实的？你可以买点外送来，看看不会还有飞快虫。干嘛直接变两块？不然直接变三小块。谢谢斯坦送篮球，谢谢。你发现法决要嘛不发，要嘛不发。要么一发 IG 就很闪，是啊，不然零或一，或者零或十。那昨天是四周年节日，我知道啊，我知道，我虽然没有参与，但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我没有那么无情，好吗？我会忘记是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几号，但我826知道，当然知道这一定是有事。而且就算忘记也超难的，因为全世界都在讲。对啊，那个826，哎、欸，我也我开始也没有记826是什么日子。前一个礼拜，我们就是四周年，哎，后天我们四周年，哎，明天我们四周年，这样子，然后当天，哎、啊欸，四周年快乐，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办法忘记，好吗？而且以前 MC 就会讲说什么最难忘的怎样怎样，反正是一定都讲到826，然后就是再复习一次说哦826是四周年哦，这样是四周年纪念，是四周年纪念日安内。那鼻音超重，哦需要卫生纸等你，有卫生纸吗？大家就是感觉。对，就趴在沙发上一跳，然后超懒的。Hello 雨南，Hello 主人节目。
我不知道，我刚刚没有开声音看，他要去看。啊，你吃火锅？哎，我也想点那个面店。我手机拿来，我给你手机。啊，这样子我想去哪？对啊，嗯，不然你十点才会吃到饭了。Hello。什么电脑在这里？啊，不然他是要在哪里？我要放，等一下如果要玩游戏放桌上啊。那我要放。嗯，不是啊。这里怎么玩？怎么玩？为什么没办法玩？配动我觉得做点崩，但是其他都不错。怎么还没出来？等一下露娜，他真的等一下露娜。然后跟你们说，我去六十担山，超级没有金针花六十担山，因为今年干旱，然后那个我们就是有问当地的农民，他说山上就是缺水缺到爆，两个月没有下雨，然后前天才下雨，大前天才下雨啊，然后他就说。下雨那天，把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都拿出来，我看你，把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装水，然后来灌溉下一次的那个金针花田那里。然后那个他说，就是他们会金针花田，他们会围一个步道，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不是一整片，就是那一片金针花，他们是很多区域都有金针花，然后都是不同农民的。就是他们做的，他们种的金针花的。然后我们就去的那一块，那个有一个阿嬷种的，他就说不要去跨越那些栅栏，因为就是那些金针花的幼苗很嫩，就是你踩到那个土地，你可能看不出来那边没有花，可是种下去，然后踩了它就长不出来，就是生一堆杂草，它就要拔草拔得很辛苦，所以跟着规范走，不要就是人家拉的线，那你一定要跨过去那边比较看起来比较好拍照的地方拍照。原来是可能是有苦衷的，这也超崩，超崩，真会吓到那种。谢学院只送了夏日冰块，徐阿北 ，Hello， 这个公演超准，我觉得这个公演，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很丑，我觉得我头好秃，就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秃。你知道什么是黄色的吗？你知道什么是黄色的吗？啊、哦，真的超可爱，超可爱这段，就大家的吉祥物，大家变成大家的，还真的是大家。对啊。黄色哥哥，这超棒的。这样画也怪怪的。啊？但他这样。我喜欢我自己的前四手，就是有我之后绑的小猫也是没有留太多的这个，没有留后面的这一片，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全部都绑上去了，然后整理的比较整齐。那前四首我觉得对阑尾对阑尾，然后前四首的话我有留那个阑尾，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荧幕上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看起来觉得怎么样。然后那个猫咪吼，你们问一下你要不要吃，你下蛋了吗？问一下你要不要吃。等一下，你再讲一次。我刚刚是说，
你要是说他想要吃火锅，然后走到进去火锅店给你，然后就说我要，然后我点了火锅之后，然后你说那我要吃火锅吗？我为你点了啊。我会分你吃吗？会啊。我只给你吃锅料。锅料不是火锅。超烂，真的。安可这么久不是在等我绑猫我好不好？我那时候我要讲猫耳，就是猫耳这个东西超快，你知道，其实超快，老师变得超快，他绑辫子就跟机器，你知道那种纺织机一样。有人有放，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啊。有个人欠十五放。但他要讲更精彩的东西，就是他编我的头发编超快，而且我头发很短，就是他们可能如果要编一个辫子的话，就是要这样编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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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下来编下来，然后我就是这样编编编，好编完了，一个猫耳不用两分钟，一分钟就好，一分钟可能一分钟而已，而且我没有绑，我就是夹着就是编编编夹编编编夹这样子，没有这么快啦，但是很快，对。而且我在。我是就是拼图，你们记得拼图最后不是我跟熊妹跟嗡嗡一起这样子会拜拜，然后敬鞠躬，然后会有转身回去退场，他们已经就是要迅速脱走脱妆，然后换下一套衣服，然后我们还才在走，才在那边这样子，是这我们这时候比一般人慢一点，但是有些人要补妆啊什么的，我就是我记得我不是最后一个，或是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对，要上个厕所啊，要干嘛的？就是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不是最后一个，所以还好。你当天喊的快烧声，应该是你太少喊了，我不知道，可能真的。Uncle 本来就很，我看每次喊的那个都很，大家的声音都很声嘶力竭，就是。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就很声嘶力竭。结果猫的形状好像怪怪，而且我都太短，我只能变熊耳，就是秃一小颗这样子。好，我要讲更荒唐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手机里面没有半张公演当现场的照片？你知道为什么吗？但是我也没有跟人家要啦，因为我没有带手机出门。我都气死你知道什么？我要气死你知道吗？我忘记带手，我气死我自己，我没有带手机出门。我上计程车的那一刻，然后想说，我已经。我心早起，然后很累，心情很差，然后就已经准备好我的在听手机，然后我的 VTuber 的推，他在直播，然后他讲话很温柔，我很喜欢听他讲话，就像是舒眠，像 ASMR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准备好，但一上车就拿出手机，插上耳机，戴上睡这样子。想不到就没有带手机，也没有带手机啊，气死！那你知道超无聊，像我一样，然后像上瘾一样，就是在等待，然后想说摸一下口袋，哦，我没有带手机，然后是在化妆，化完了，然后便当也还没来，然后我就想说好无聊，然后想要摸一下口袋，我没有手机，就很烦，然后还怎样？就是我好像讲过蛮多次，我没有带手机，然后。就是我们表演前要快筛，然后就快筛，然后就要拿自己的手机跟快筛，自己手机就现在几点，然后几点筛的，然后，然后再传给姐姐这样，然后拿自己的手机，然后熊妹说来手机拿出来，手机熊妹要帮我拍我快筛阴性的证明，然后叫我手机拿出来，我说我没有带手机，然后林杰帮我拍照，就是。你们散场之后，我们有在前面拍几张照，然后我有请林杰帮我拍，然后他说来手机拿出来 AirDrop， 然后没有带手机，我今天也忘记跟他要影片了，我现在真的手机没有半张照片，在熊妹合照看到我还行，其实我的照片说真的也都是在别人的手就是。别人的合照里面出现，对我本人一样。还好这次有亲眼看到，哎，你怎么会这次突然想要参加？对啊，大概已经
手 Apple 用户已经渐渐失去就是 LINE 的图片传讯息功能这样子，都买用 AirDrop。分享。嗯。昨天有跟到光阴信的歌回。什么？昨天有跟到光阴信的歌回。他是谁？光阴信。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讲他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谁哦。那就是那个。知道啊，吟游诗人没有，你真的没讲过。要升大二吗？没有，升大三。哦，不要，我现在没想讲大学的事情，好累。努力，哦，要开学了，头好痛啊、哦！这个课有够难选的，有够难上的。他光带入就带入四个实验在我们这学期，想说是在干嘛？可以分散一点吗？三创，而且还是草组做的是全体该看的吧？棒，棒棒棒！谁？不是啊。你们是现场还是？现场。哦，真的、啊。不知道。哎，我真的吓到哎、欸！那个三创的灯光跟那个，真的很棒。我们有先偷偷看了场那个前面几组的，那个影片，对，然后。就看到说哦，原来现场灯光这么猛，就是从台下看起来是这个效果，我吓到。然后我也忘记物美跟物美场地差没有很差很多吗？跟物美的场地差很多吗？大小就是我说台上有吗？我没有感觉、欸。好，反正就是有差。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点，就是物美是。你们全部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以上，可是三创是你们是先往下，有在台下的观众，有在然后再往上，是吧？啊？我们的舞台是比较高的吧？对。是啊。对。跟舞台不一样，我比较习惯中舞台，讲得像我好像很想表演一样。可是三创是后面观众。嗯。这样很好，就是。我们平视的话，就会看到很多人，就会不会觉得我们在低头。上面山顶的人太不会太高，然后不会觉得我们一直都在低头。然后看山顶也不用这么费力，其实太还是一样被挡烂。你是说你的视线吗？被那前面太高是不是？我不好，反正没有什么死角吗？我记得是三，至少有六区嘛，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你点了吗？他不是开着门吗？你看一下他在干嘛。你前面应该比你高，你只能看大荧幕哭啊。有高这么差这么多，会差这么多，好天哪，好狠。对啊，大荧幕哎，他有那个哎，他会拍你们的脸哎，对啊，因为超好笑，有一幕就是在快结尾的地方，哎，已经结尾了，然后就是林杰转过去对高恩爵说话，就是耳边这样悄悄话，然后刚好 take 到，然后我想我就是那时候刚好在看后面的大荧幕，就是比起看观众，我比较想看荧幕。我忘记了，然后我就回头看，想说为什么林杰在亲你的脸颊？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我想说不可能吧，然后你也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想说不对，那应该不是亲脸颊。然后我吓到，我想哇，头发很长，那头发也很长，那什么都盖住，哈哈哈这是飞球在 I 排看 ，I 排在哪？在后面 ，A C E F G H I。第九个，所以他在第一区，就是下面那一区人的最后一排。我真是飞球啊！我天哪，最不佳哎、欸。对啊。欸、所以你知道我要讲哪一幕吗？下一刻云觉得哭了。然后下一幕，我这只手机有，就是。我知道你说讲话的时候。嗯。你们可以看《苏格爱情》，我风暴。风暴拐到脚，是
第二次，最后一次副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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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忘了忘了，我出外勤就是跳超超，就是在那种没什么错过的地方大爆错，然后手，他就讲，他是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不是有个那个噔噔什么的，我直接没做，我直接就，怎么做去了？然后。我爸在那边边边超明显，然后我就希望我直接想要，就想要真的想要直接消失，我都不想要面对。然后我就中间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很想要用力思考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不然平常不用思考，就是顺着这样动作跳。我彩排的时候也没有跳错啊！天哪！好像有没有水啊？喝完了。嗯？那是我开玩笑嘛，水没有了。这里有一大瓶去哪里了？哪里？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没有。我充电器一直在转，就没有啊。嗯，屁，不是填在这里。我这样，我要买水了啊。那等一下下去，你要不要去买个水？我这渴死哎、欸！该你买了吧。哎、欸，我上次陪你去，陪我去嘞？为什么不是我陪你去？莫名其妙。同样，认同戴木很棒，但他还是现在只有先做半颗头。Oh my god！痛苦痛苦，塞爆塞爆！啊，对啊，明天有线上吗？现在有线上，酷！我想说，不是没什么。成员速成，成员速成，厉害厉害！是明天清河的顶饭。我觉得近期会开事务所 AG 直播，你 C 位直接看不到，所以你的位置是看不到 C 位，但你在看，你的 T 位你的体验超差哎、欸！天哪、啊，你花了比平常贵的钱，然后去看了一场，是怎样？为什么是怎样？三创的斜度不够斜，是不是？我想说 ，Q Q 值不是也蛮高的吗？但电影院走到前一排的感觉，我都喜欢坐那个位置。他呢？还好你看的不藏在中间，哎！哎！我喜欢，嘿！哎，在中间我很有压力耶，就是已经不藏这种站中间到站中间会有压力，站第一排也很有压力。从我相见送了缘分相遇，谢主人千万送了红玫瑰，还有加鲁特，晚安。谢谢 Sequin 会送 M1 送礼。帮我拿牛奶。起来。阿屁哦，在干嘛？下单了吗？下单啊！还有饮料吗？看着那边。你在 K 牌看着我们 ，OK？K 牌在哪？说真的。A B C D E F G H I J K 十一。明天不一样啊！明天乌梅哦。可是乌梅是写的。明天是没有测试啊，烂透了。那你要不要生鲜买水大桶的？我要渴死了，我喉咙超痛，真笑哎、欸。超软烂，
宁愿后面一点。对啊，你后面一点还隔一大块位置。对啊，至少不会被挡，不会被挡这点就很就是很重要了。付钱还是真的付钱？玩笑。想干嘛？谢谢竹轮，谢谢竹轮，收到，谢谢竹轮。竹轮说我去买水啦。嗨。谢谢谢谢，楼下见，来楼下见。然后他刚刚觉得素颜了，再下去的。嗨。哎、欸，超好笑！我在外宿，就是也是我妈出门，然后说你外送，就是等一下会有外送要来领，然后说好，我就下去，然后等了外送员，然后外送员就问起我们家前面那个装饰的，我们家前面那台车是谁的，因为是就是比较酷，就是我不懂车，但就是那些男生很会懂的那种车，哎、欸，这是什么什么型号车？我说这台车是谁的？我说这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都是谁的？然后说哦，就是那个谁谁谁厨师的谁谁谁的这样子。他说哦，我说哦，酷哦，所以他们认识哦，不好意思遇到认识的。然后我妈给他小费，台东太小了。冰箱的那个牛奶喝完了吗？浓，是什么意思？哦，浓，我以为是浓烧啦。你把它喝完，这是你我的、啊，你可以把它喝完，不光。我比较喜欢巧克力口味的。巧克力。巧克力。多吉。感冒好一点了吗？有，当然有好一点，不然我今天不会直播。我礼拜二带礼拜二感冒的，晚餐订好了 ，yes， 对，订好了。我要讲什么？哦，我要去六十担山，然后遇到一只超可爱的黑柴，它从那个花田这样哒哒哒哒哒走出来，然后我说哦，好可爱的狗狗啊，它就这样走过去，走远了。然后走去那个步道开始走下坡，走到步道开始的地方。然后我因为我那天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有点严重，然后我就回车，准备要回车上。然后我妈说：“哎、欸，正好过来，过来这样子。”然后怎么了？然后说：“哎、欸，这只狗跟你名字一样，它叫阿尔法。它牌上面还绑了一个阿尔法，然后它那个 Alpha 的符号。”超可爱。黑柴超可爱，它用12岁。老了，对，就比较稳重一点，没有那么活泼。我吓爆，然后他超可爱，然后超乖，不会，可是他也不会鸟你，爱干嘛？他也不会握手，不会干嘛？他就是看心情。然后那个店主，他是一间店家养的狗，他就叫阿法阿法法法，或叫法法法，就是阿讲不出就法法。过来过来，不要跟那只狗黏太近。其他狗这样子，我说哈。到底是猫派还是狗派？我要视它的行为而定。就是都可以。偏猫派吧，可是我什么都不想养，我觉得好累，不想为一个生命负责。大概只想养一只狗。对，龟就还蛮可爱的，蛮适合我的。跟我很像，是爱理不理是吧？是啊，蛮像的，还黑柴。胖子哦，昨天的胖子，黑柴是柴犬界最可爱的，超可爱。黑柴怎么会就是，怎么会有黑柴这个生物出现？好酷哦！怎么会有柴犬这种看起来像面包的狗出现？啊，这很像每次看到它之前一只土司在路上走，好可爱哦、喔。然后还有黑柴真的，我不知道黑柴是有什么，就是黑柴、白柴跟普通柴
你说柴犬叫什么？柴犬、黄柴，我不知道。普通柴犬他们个性会有什么差吗？去阿福送手工饼干。不要。哎呦。真的很痛苦。有快塞吗？有有有，我有快塞过阴性，阴性。我在啊，我在台中都塞过了。我觉得应该是三创太冷，我没有不习惯三创后台冷气，然后我又没有带厚外套，我只有带一个很普通的白色，有点像是薄外套、衬衫那种感觉的外套。唱歌喉咙会爆头，没事没事。唱歌热起来就好，没有唱太多首，平均分配。它不像公 Bellflower 公演，就是因为是 Bellflower 所以很多人，就是三组人合在全员合在一起，不会太累了。可以可以出席，不能出席我回来干嘛？我就继续在台中就好了，录回去一波。Hello， 请。啊、就是感冒，不是过敏流鼻水，也就是有点感冒了。烤焦的吐司，啊，柴犬真的超可爱，我的黑柴。黑柴看起来就有一种更。不知道欸，笨笨的感觉。白柴我就还好，这白柴没有兴趣。那白柴是不是很容易胖啊？我觉得看到那种白柴都跟猪一样，超恐怖。就是柴犬已经有肉肉胖胖毛蓬蓬的样子，可是白柴就总是看起来最蓬最大只，还是它没有颜色去修它的身形。就是没有叫什么修容。所以从台东回来就没播吗？我忘记，我一直以为是礼拜六播。到今天早上，刚刚觉得说，就是等下直播怎样，然后就说你不是昨天改播吗？说真的假的？我不知道。那你是什么？很棒，喜欢这个回答。白色很容易看起来很胖，柴犬也是，笑死。所以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修容。不能出席就在宿舍大颗炸鸡等他们回来，什么意思？不行啊，我现在喉咙超痛，不行。我要。也修身养性，我是台东身体养得不错，然后感冒除了感冒以外，不然养得还不错，气色不错。因为今天比较适合直播，昨天也比较严重，一天是比第一天还要好了。我有超浪费卫生纸的，就是感冒又包几包卫生纸去了。那应该也是因为太白看起来太白才胖了吧？哎、欸，那你修容一下就好啦，修容就好。
你就哎、欸，你就去晒，就是讲去晒晒太阳，然后晒这种局部的，就是只晒这边啊，只晒这边啊，然后这边啊，这边啊，然后这边啊，翻了。对，没有，我没有讲反。对，这边啊，这边啊，然后就是看起来就会脸就会有自然的修容感，赞吧。但是数字是不会骗你的。还是爸爸要吃冰淇淋，一样送到楼下笑。吃冰哦，可能也没有办法哎，感冒吧。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些牌子很讲究哎，我是不需要啦，我都直接塞整个，这很容易变包公哎，周星驰那种吗？可以塞一个这里。我有一直想过，因为我吃头痛吃冰当下会好一点，就是有一种哦冰凉然后舒冰镇的感觉，但是过一阵子你就会啊卡死这样子。不能去的话，不能去 SP 公园的话，我想想可以怎么办。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做一些让他们羡慕的事情，疯狂玩麦块这样子，好像也还好。最喜欢这头套，对啊，超喜欢。啊？啊？我能吃什么大餐？当然，太烦了，没有啊，我把它藏在里面。我先没有一下耳朵，它好烦。Hello， 阮平君。你先也说了蛮快啦。我要来做大工程，我要做铁道。可是不是地下铁道，是高架铁道。嗯哼。就觉得那个就是中间铁道开过去，要让它加速一下，加速一下。可是，那个东西很贵，它金子。我想说，那不是触发铁轨吗？它是感测铁轨还是什么的？反正它真的需要金子吗？还是可以用那比较便宜的，用铁就好了。下一代公园很好看呀，所以这样子你们是觉得好看的，那我就 OK。我是觉得说我镜头看起来是不是会配超炸秃，就是秃头的部分。我也没有，我发际线也没有特别高，但是我额头很凸，就是我的额头是圆弧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但我的头型，它不是这样子短短，它不是直直的往上，它不是斜的，它是弧形的，就是这样子的，凸了一块，很硬。他觉得哭是你的人生巅峰吗？那我应该已经巅峰超多次了，哎、欸，可能是吧，嘿，是做悬崖，超过分，超好笑。我说的额头很圆，你看，是它是这样子圆凸凸的，它不是一个平平的。你刚刚不是说是做悬崖？超好笑，我觉得应该像麦块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唰唰的，很要够凸出来这样。我不够凸，我不够锐利。我不配，我长得太圆润了。刻个火影的脸，哦，超好笑！你这种什么地狱啊？好笑，超笑。菊哥应该不在偷水，他在我旁边。真难得他在我直播间离我这么近的时候。不知道我那个我的影片会比较多赞，还是你的影片比较多赞？我觉得是我啦，我长得比较好，哎，我长得比较好看，哎，差不多啊。我的影片比较多只猫出现，会比较多赞。哦，你应该要做一个小黑特辑来。你可以放一万次。哎，那个 Reels 真的很过分，他不能按暂停，然后王一佳为了看马路，然后他就
潘曼如不知道在干嘛 ，key 笑的那一小段，然后他就重看了一次，他说可恶，为了看猫咪，勾起了第二次的订阅，是发觉都爱会讲话，可能是去看勾也充值的方法国的社会信用，什么意思？法法国的社会信用，徐哥在要求大家喊绝个徐的时候，应该把别闹改成 go now， 嘿嘿，完全不乖 ，go now， 这个 go now 这样子 ，social credit 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是怎样？就是，啊？粉丝见面会是什么？如果我粉丝见面会是然后问号，那我就说粉丝见面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跟你们说，这件事情连我都不知道。就是这个，他说粉丝见面会是什么？啊？很突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分开吗？我在跟你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才知道这个东西，但我们连清晨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Stop 公演，哈，好哎，好哎，所以为什么还有分 Unity 的 Stop 跟 Unity 的 Stop 吗？是这两组啊，四周年是一起的，对，但是 Fan Meeting 是分开的。对对对，安迪说的没有错。他们知道，不然是什么声音？ OK。 欸，我有水。我要喝。我要。哈哈哈哈哈。哎。切。啊，你的嘞？我喝完了。你喝完了？你是水牛。我差不多。Okay。 请问米奇姐姐是被分在哪组？米奇姐姐是谁？米奇姐姐是谁？哦，米奇。哦。嗯。啊！谢金米粥送的红玫瑰，只卖500，不像公演票，因为应该没有。嗯，我不知道，未定。我认真未定，这不是我们要阻止情报外泄，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也不能讲。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金香菇是谁啦？金香菇姐姐是谁？哦，你们的绰号很有趣耶，我喜欢。但金香菇好像挺有趣。谁取的？妮妮，很适合啊。我以为你们最喜欢猫儿姐姐，猫儿姐姐人生巅峰。哇，猫儿姐姐。还有巴赖，超好笑，还给我慢慢移动，而且还有镜头 take 他，好好笑，而且无奈。是的，收到，没有错。24是 Fan Meeting， 四周年演唱会是失败的叫什么呀？没有错，不要脸呢！什么发发姐姐几岁？好快！云雀姐姐，啊，云雀哥哥，不过姐姐搞得好像真的要出道一样的，真的没有啦，不要了，他们要出道了。
花花姐姐，我现在好想让我们家表妹来叫我，下下风，现在唯一会叫我花花姐姐的人，失控表妹。姐姐哥哥，爸爸姨姨哇嘞，我要叫你叔叔了。阿妹，大家还要姐姐看哇咦，哎，你们超夸张的，那个哭声，我不是哭声，那个呼声有多大？他们在讲姐姐看哇咦，妈妈姐姐，你们很夸张，平常喊我们都没有喊的这么热烈。超好笑，Staff 姐姐要跳，要要洗的研 ，Staff 姐姐跳要洗的研发跟搬研发衣服吗？跟搬家很合影。想要接金香菇的彩带，这金香菇真的超好笑，我就说马里奥的道具。你们还有什么姐姐？米奇姐姐、金香菇姐姐，猫儿姐姐。然后你们这叫猫，你这叫摄影姐姐吧，还是什么？直接丢香菇出来，到底是无敌星星还是香菇？这是坐前排的老嗨带头喊的 ，OK。我们就是很可爱，但很好笑，很有趣。欸，那原本没有要绑猫耳的，熊妹那时候刚刚就想绑猫耳，然后跟熊妹聊天，然后说要绑猫耳吗？然后熊妹就说，就是时候还没什么都还没开始，就是在房间，就是我们都还没出门，然后在聊天，跟熊妹聊天而已。然后刚刚就问说要绑猫耳吗？熊妹说，你有先问过张爸爸了吗？对，熊妹超聪明。对，我说他没有，但没有啊，我不要啊，我没有要绑。你知道有时候就像摩羯座的坚持，我有些东西就是讲了就不会想要再没有改变我的想法的意思了，然后之后就他们就说要绑啦，我就说不要，都不要，情都没有用，没关系，我对团没有爱哦，对 Fellow 没有爱没关系，我现在没有爱没关系，暂时。反正情乐真的没有用，不要走情乐，真的是没有用。然后，但是就帮我猫耳这件事情没有很排斥，但是就是我不想要改变我的决定，是让我很不舒服。那我前面就没有绑，而且我本来就不打算绑，我想说奇迹啊什么那些东西，我不想要一开始就是猫耳，就可能我不知道下一次公演是什么时候，我不想要这次如果是我们的，这是我如果是我们的那什么千秋乐的话，那我不就是。所以这样子的样子收藏嘛，那我不要，而且还线上，然后就没有绑。但是我就说 uncle 如果有时间我就绑，我一开始就讲了，所以我 uncle 就绑，对吧？ uncle 裙子我没关系，可以绑就嗯。感觉如何？感觉不太出来，有一点小。他很不是金，你的金针菇在哪里？隔天的马桶里哦，闭嘴！哦，对了，要跟朋友说，上礼拜公演前四手的发型超好看。哎，我也觉得我最喜欢我前四手的发型，就是它是全部都绑上去的，啊不，那么讲错，绑就是绑马尾绑比较高，然后后面有狼尾。啊，我后面绑全部都绑到绑比较低，是因为奇迹也赶不及，因为我把那发型没有办法戴帽子，真的很可惜，不然我觉得很好看。我一直绑了，就是他们已经在制服我抵抗了，然后还在重绑头发，就是我绑很低了，然后再戴还是不行，它会卡住。我绑到最低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一撮马尾，超小，超低，才可以。不然我会想要从头到尾都是第一手的那这样子，第前四手的那个发型。
头发披在肩上很好看，我头发我常常可以披在肩上。你说这样是不是？这样真的不错。你们去在讨论法法的猫嘞，还没长出来。我是十二只猫的主人，这样子幸福，超可爱，大家超可爱，品涵超可爱 ，Oh my god， 品涵跟林杰超可爱。这是什么？是得到什么东西？酱油。可是我看，我就打开，看。那其他是关联可以比对吗？我没有看不到哦。哦，真的是。人家吓到什么酱油？昨天妈，我一定去后台浇水长出来的。猫草。他来了没啊？怎么那么久？我去卤味店，我很喜欢吃那个蒸煮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买蒸煮面回来。然后，可是是不是要用卤有卤过的汤汁比较好？还有，是有在卖蒸煮面吗？我看一下。优素先生，什么饼干？今天跑出门玩，去哪里玩？哎、欸，真的还好，我先去金针山，那是淡山场看，不然如果一家爸爸带我们去看金针花的话，真的是看不到，就是很稀疏啦。我应该会 po 文吧，蛮漂亮的。有个地方叫那个地方叫小瑞士，真的很像那种国外的地方，只是有些铁皮屋跟水塔看起来就很台式。三十溪，三零溪，哈？哦，对哈，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台北，抱歉。等一下要设置一下我的桌面，我要等下打麦块。以前去过，是不是很漂亮？天气还好，还有那种超级很漂亮的那个什么，也哇，就是。光线会一束一束一束整片这样子，超美。然后风超大，然后头超痛，然后头又超晕，痛苦。但是真的很美，值得去。拍了一整天，所以我汤阿给哦，木鸟鸡哦，好想吃哦，好想吃汤阿给哦，童仔鸡哦。不可能知道童仔鸡不知道汤阿给吧？怎么会这样讲？溪头往上走，哦，溪头我阿妈会蛮常去，但是我没有去过一次而已。我对爬山很没有兴趣，对，真的不行。但是我喜欢就是在溪水玩。今天打算去，但找不到停车位，我们真的是。他们是这样子，他们旅行社都会先跟旅行社这边其他旅行社讲好，就是他们要下来的话，他们就马上上去卡位。然后现在有管制，不然没有人有停车位，就是一个上去之后才能下来，不然上面真的塞爆，然后没有路可以地方可以停，路又很小，你发现上面没车位，然后你要下来，然后下面又有车要上去，就一片混乱。可是现在有管制，还不错。去花东真的是至少带一个，就是熟花东地区的老花东人，他就跟你讲当地的情况是怎样。
门票300，停车100啊？西头哦，西头是吗？还是小瑞士？爸爸还要买什么？你都一起买，买去放楼下啊！我还想要，我还想要一包蒸煮面呢、啊。那我还要，我还想要一桶水，刚才讲过了嘛。嗯，我还想要数圈圈一个全年的零食，超开心。还有什么想要的？我们一次放到后，一起放买到楼下。刚刚觉得想要吃泡芙，可不可以？一枚小泡芙。请问一颗都要去哪里买？一枚小，要先讲地址啊、那个嗯，他知道了，问他，你已经做好三个月的准备了。台东是台东市啊，要成功路啊。台东路，不要乱讲，我们家不是成功路了，我没有那么笨。中国呀、yeah, 中国他是太好了，嗯，你可以从我钱包拿钱，好，收到，好胖哦，好揍他哦。我现在，你去吃那个维他命 C， 对嘴破很有用。我都已经在喝了。你觉得便利商店买的这种维他命 C 的饮料，跟含的那种药局买维他命 C， 什么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是维他命 C 呀、啊。哪有维他命 C？ 我在我房间哦。有。有啊。那个太好嘞。我看。怎么这么快？你是壁虎哦？我已经很多天了。那你昨天怎么这样子啊？嗯。嗯。呵呵。爸爸很烦呐、啊，大家。就是这么烦。呵呵呵。讲话。哎。是我烦，那你烦到底。被太多人知道宿舍在哪里，你们就要搬家。是的，还是你想要？还是其实你是那个卖房子的，那你想要借此让我们搬家？借此让我们搬家，那你就可以从中获利，这样子。哦，计划通。但台北当外送人，终有一天会知道我们住哪。真的哎，感觉就是。我们叫这么频繁叫外送，怎么可能都不会轮到？可是还是要看地区啊，就是如果是这个地，就是这个地区的话，应该会比较容易遇到。哦，目前没有遇过重复的外送员，超酷！便宜租吗？我觉得还不错啊，有何不好的吗？不错啊。对啊，我就说举个在旁边啊，我前面。他一直坐在旁边啊，刚偷嘴他，没事啦，他不在乎。谁嘴我？请。为什么嘴我？我忘了，他也没有嘴什么啦。喂。不要嘴他丑就好，他会跟你翻脸。真的。好吧，乖。他其实也还好，但是只有我可以嘴，你们不行。那胖子可以吗？胖子，你是最棒的。胖我要闭嘴。孩子，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是最胖的。我明明没有很胖，一天到晚被你说胖，好烦。这有一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在我眼中你看起来是长得不一样的。啊、在我眼中你看起来长得特别的不一样。对非常的特别，好像很浪漫一样，特别的胖，讨厌你。那个爱心不是这样子的，太胖了，直接撑开。其实我是说最讨厌的人。
昨天有吃臭皮，我没有吃到，我昨天很晚才回家。好像不知道粉丝坚持做外送还没曝光，消息管控做得很好哎、欸。可是是真的是有太多外送员了，我真的没有遇过。而且真的不得了，我们都长得超邋遢，下楼超恐怖。就是睡裤睡衣睡裤啊，就小情素颜啊，我也素颜，高姐素颜，全世界都素颜这样子。特别怕是怎样？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嘴唇的问题，一米的嘴看看。他就是胖。你好烦哦。他没有到很胖啊，只是一个我们习惯讲话的方式。你没有闷好吗？只有你。我嘛，好、哦，救我啦！讨厌你，讨厌我还是会剪那个影片的、啊，没有办法。这是我发的，我把它从我的个人档案移除。白痴，白目。看来是，搞不好我就是直接素颜丑到直接认不出是成员。真的是不会。其实大家都很习惯了，屁啦。但是成员不习惯。谁们没有谁们丑，说清楚。我是不怕啦。Hello， 信伟，先送个幸运四叶草。觉得很漂亮，现场看有没有电到？谢谢。干嘛？没有。是没有那么丑，救命！你想说？太过分了吧，希恩，吓死！就是错字，吓，这错字不妙、哦。TP 的大家都很可爱，是的，是的。就我今天去吃饭，就是跟素食跟是那跟那个。林依云跟吴熙慧去吃寿司，然后，什么？然后高云举要坐我对面，然后想到他是有在嘟嘴，就有一种他是在装可爱的感觉，就没有他长这样，他的嘴唇就长这样。这颗鞋子都很粗，感觉这边都一直在用力的感觉。应该卖肾还卖肝？卖肾吧，肾还有肾有还有一个，肝就没了。哈哈，我认真。那胰脏吧，包怎么跟肝一样切一半？还是去？哎、欸，不要，不可以，不，不要去了，不要去。去了就是你去了那里还买不到，你还是照样买不到公演票这样子。要先帮我们领班。Hello， 刘小晴，还是你真美。Hello。我在直播。看到了。耶、yeah。大家可以一起吃蛋糕。蛋糕。对啊，要多吃蛋糕。先吃正餐。你吃晚餐了吗？哦。那我以为我们的那个是什么？你说蛋糕吗？哦、oh, ，那 OK， 我定了。但是我们，我看到你们。干切到剩三分之一还会长回来啊，比较划算。嗯，应该要也是啦。啪啪啪！哎，寿司郎，哎、欸，很奇怪，是寿司郎吗？寿司郎他现在没有紫苏，然后。没有，哪有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它的花枝跟章鱼没有紫苏，那我最爱就是花枝加紫苏叶，就是那个，也的一个品相这样子。然后它的
我今天看菜单，那个花枝的图像没有紫苏，但是看了章鱼有紫苏，我就点了章鱼，就章鱼还是没有紫苏，想我在是不是在被骗了吗？然后结果他说因季节的关系，他鱼都变超小块，吓到。那天给我一个月时尚活动，不就要把那张当黑白切买差不多。不然你可以切别的去买，这样你就可以比较有几率可以参加这么多活动。也可以直接点一盘紫苏，他没有，他好像缺货，还要卖紫苏哦。没有。眼角膜，眼角膜切了之后还有视力吗？我都不知道。还有一边视力。对，还有一边的视力，你就卖掉你身体的右半边这样子，那左半边好了。嗯。可是我觉得我左半边比较好。我不知道哎、欸。就你的手也可以，手指头可以不要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再卖手指头啊，但是你的植皮啊、你的大腿啊、屁股这一块都可以拿去给别人做植皮这样子。抽血，抽血。演讲我觉得不就变成听 podcast， 你可以接一边，追一边，追一边就好。看来了没？好笑，我今天。你要买珍珠，你要加里面去。我今天买。刚我意外险，然后把手切断。对啊，这样子也是可以赚钱。红茶吧，再说。应该是红茶，但他明明就可以选。花心人。没有没有，说这样直接做你当沙拉店，超好笑。好吧，不然我也想点呢、欸，我会点哦、喔，我真的会点哦、喔。要选白雪豹。去的意外不会赔哦、喔，啊，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意外一点的蓄意？虽然写发发嘛，写，只是啊，这样子你就失去原本的意义啊！你不是要那个吗？不是有那种诈财的，就是受益人写自己，然后别人受伤，然后就可以诈他的财。领残障手册跟补助金 ，Oh my god！ 我是说，我是认真的说，就是这些言论都不代表本台立场，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好像是可行的，就是开开玩笑可以，不要这样做啊！缺钱不用缺成这样，你不要出国寻高薪没有用。Hello， 青苹果。这说的好像蛮多，可以，蛮多都可以赚到钱的。
现在就可能保险你快100哦，哇哦哇哦，我没有保了，就该保，我还没有，现在还有吗？可是我不想确诊啊，所以，嗯，我不需要我家里人还是身边人确诊，不过很神奇，我们家人都还没有确诊过，蛮厉害的，就一家老小就是。阿公阿嬤，我们家爸妈妈谁啊谁表妹什么都没有确诊，贵宾可以买残障位置哦。我的天哪，从现在起残障座位也变成要抢了，是不是？谢飞鸿送的平安符，谢咖啡切不可了 ，no， 住手。等一下，我开一下，要想想，要不要开一下那个 server？ 我在做铁，我在做铁道。我已经很久没开了，怎么办？我要吃晚餐了。你问你，他也还没定，他刚醒，他吃饱了，他不是说他刚醒，他是你们一家。还是我再给你吃一餐，超疯。大西瓜，我很想要吃酸辣粉，但是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间吃出来，因为我要唱歌。还好吧。会有影响。那你不要点辣、啊，你就酸就好了，酸应该不至于吧？顶多水肿。Minecraft， 哎、欸，我去那个什么 ，Uniqlo， 看那是什么呀 ？Uniqlo， 然后有个那个苏丽帕的那个 T 恤超可爱。我没有要买啊，我说他可以可以啊，我说你可以买。哎、欸，你看过《子弹列车》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看，超好看，它是日本的小说改编的。然后美国看电影，他现在是热映中，超好看。不敢看。我看了、啊，超好看，就是很好笑，然后又很这样子，有点一种我也跟你看的日本的日本的，为什么？那你自己看，要看哦。小晴的 IG 有拍。云卷子折衣服，画面发发有看到吗？有啊，我看到才知道他在折衣服哦，不错哦，还有在做家事。做家事。不知道在干嘛。大部分我折。老师，上次有一个什么的？纸上衣服是没了。对，不是那个，我不是说那个。哪个？在更久之前的，忘记了。反正你很少在折衣服。对啊，张峰他折衣服。就算他再仔细，他后面都会烂掉，超不爽。就是那种，网上很常见那种，是我折衣服跟妈妈折衣服那种。对。就妈随便折就超，这样丢过去都超好看。然后折就这样折折折，然后拿出来是一坨菜瓜布的样子。怎么了？我刚踢到最近影片都很赞。哎、欸，你不能放这里，我要想要放这里。那我放哪里？你就清一下，然后帮我把镜头拿过来，找位置。我已经从那里被调到这里，下一个。废话，我要直播。那你去餐桌啊。不行，我还要放镜子，然后还要照到让他直播照到他。干嘛照到他？我要直播完他，好烦嘞！我有人家照自己。被气哦。哪边？哪边？左边。
一样是塞不过去啊。No。你是不是已经超过？超过什么？你还不能坐到后面，还要够下够在这边，还要放镜子，坐在这。拜。哼。两个都男有视角，两个都男的，对。没有错。叮咚，开了吗？好，稍微调低一下我的镜头。噔噔。蛋糕呢？这样干我也不会咸。隔空撸猫，那超好笑。就是也是在逗妈撸，然后就我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就突然就是。他就这样子一直往后退，就是你的想象就是一只猫，然后坐着，然后就是头退超后面，然后超多双下巴这样子，没有脖子，然后超胖，然后直接倒掉这样子。那我就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就开始突然 K 笑，超好笑。我觉得应该有影片原档，但是应该没人发现，旁边太乱了。电视，不然会有全部反光，你就会很。哦，你已经开了。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放心。我根本不在，他等下去领餐。谢谢荣分享，谢谢送的男生会员票、浪萌宝，还有星耀女神，谢谢。要去买东西吃，吃晚餐。晚餐的话要卖快的时候。哦，还好吧。没有人知道那是睡衣吧？这个不是睡衣吗？每次看到台中有去按摩，按到按摩到一半越来越重，因为有一只猫压在身上，哪一间太棒了吧？怎么会有这种好的事情？感觉好像他在开了，他在开伺服器，他在想。
那伺服器要等它开了才有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伺服器有问题，我其他伺服器都很好。这伺服器我们都没办法换皮肤，我超痛苦，就是用那个超丑的内建设定。被检举哦，谁啦？谁这么无聊？干嘛检举哦？他会怎样？他会在你身上排泄日？先把，我瞧，设定一下垂直，显示定在哪？显示设定。音乐，音乐，直接关掉 ，OK。OK， 等等他，等等高爱路的伺服器。对啊，载模组会换皮肤吗？嗯，我没有载模组，就是，可是其他伺服器就是好的，有点看不懂。检举人被骂爆，活该。可是还是他，还是可能他对猫过敏之类的吧，有苦难言啊！哎呀，好，你们先等等我一下，我要来瞧一下哈。那什么镜头翻转。等等我，等等我，等等进伺服器再说。还都是我其他伺服器的名称。等一下，猫奴天堂蝙蝠面膜会有三只布偶猫的美菜，布偶猫，布偶猫美菜。布偶猫也太可爱了吧！我以为是米克斯的，我怕它是什么寄生虫还是什么。布偶猫这种通常会照你顾你的很好的，应该还好啊。好，再开吧，它超慢。伺服器曝光就废了，可是你们伺服器曝光，你们进得来吗？你们是不是还要输入？就是什么伺服器地址之类的，换电脑了吧？没有，现在是那个刘晓晴的伺服器还在跑，那个伺服器开很慢，是刘晓晴该换电脑了。小菊哥去美容书呀，台中的猫三只去是什么时候了？可惜，可是他不是没有猫了吗？还是他还有猫？布偶猫很会掉毛，我想说被猫毛过敏，可能就会被检举，就是。可是我会对猫毛过敏，干嘛要去有猫的这种店？可惜呀、啊，柴犬是也很容易掉毛。哎，他这个，今天他怎么开这么久？他在开吗？再等他一下。可是这样会有我们的名字哎，在玩的时候，就是我的话是我同学账号，所以是编的名字。高仁杰也是他朋友的账号，也不是他的名字。哦，柯基掉毛很多，这样哦。就是那种橘色的，看面长得像面包的狗的掉毛，它也长得像吐司。第一视角来就好，我也是用第一视角。我可能会把人家名字关掉，可以吗？这样会认不出来，因为大家都是内建的，那个很丑的样子。
比例也是有一个麻烦之处，就是它键盘跟萤幕离很近，我一定要就是要在很前面的地方操作，不能这样子，然后这样看我在哪里。检举天堂，他一辈子待在地狱吧，笑死！真的哎，下去吧他。连麦块也不能堵人，好 ，OK。我对麦块这些东西运行机制超不了解，就是。然后我们有开那个，就是防喷装，对，这一定要开，不开没有办法开，很痛苦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早点换个伺服器的，不要再弹，就是看到它不对劲的时候，对，九月出门的都要去买，他去领餐。而且，我现在有做的东西，像做地图，可那地图超小张，就是也没有什么必要。我想要做一个整个大区域的地图。可是我不会把它合起来。我有制图台，可是我不知道制图台可以干嘛。把它变成两份，可是两份好像没什么用。好久哦，他有在开吗？等一下，我看他有没有在开。久到怀疑。他有啊，他怎么了？这个很烫哎。我好像有消失一条充电线。刘小琪也出，刘小琪跟他一起去买东西。好，等一下哦，我手机要充电，等我一下，你们在这边看到一个白色的充电器吗？红吗？就是充电器 ，Apple 的充电器。红吗？还是在讲线？都。哦，那没有。头。那个头。头啊。为什么会不会是我的？我有一个白色的动物头不见。但是，刚刚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应该不是。哦，不是不是，我不懂。应该是我。但我再该开它了吧，还好。它还没开，怎么会这样？明天可以看，就是两集的 Nicholas 啊。今天是 SH 那个大声钻石的出品，真的哦。对。怎么会这样？那就不用了，我们是藏在宿舍。已经是习惯了，一家不在，一家不在，开发需要一家，嘿嘿，不管有谁，需要一家跟小晴就对了。今天网络不错哎，然后平常做这时间应该手机会卡到爆，是吗？啊？
是啊，就是不是我说直播。会很卡。嗯。手就会超烫。可是因为今天没什么人在播，是吗？啊，在可能吧。礼拜日没有。怎么会这样？对啊，真的很沉。那我看，也很 chill 啊，对啊。没玩的如何？不错，我这礼拜都没有玩，我这礼拜回台东。太晚了。都会，他在祝我生日快乐。太晚了。已经结束了，是不是？月初了，还不错啊，还不错，就是基础，就是只要是盖东西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只要有关什么铁轨会动的，就会让它自己跑的东西都很有问题。那我超会迷路，完全没有办法探险。哦，好了，终于冲啊！好，我要换镜头。等一下哦，感觉小心哦。你要不要等一下？没有了。在哪东西？还是一人一碗？那一人一碗饭这样子。中介吗？没有，没有这个打算，慢慢来。这游戏会玩很久，慢慢来哦，真的是慢慢来。好，你等我，我要切镜头。嗨。哎，哇哇！耶，夕阳，这是我家附近的一个高空。这样吗？就刚才喝的牛奶啊。这样 ，OK， 耶！超级不知道怎么运作，哎，对，是这边。哎，哪边啊？这边。但是真的很小块，可以放色吗？然后不要让它黑。就他一定要用这种金色的吗？他不可以用这个，他不能用这个吗？嗨，不是我。对了。哦，哇，东京铁轨。这是我家。为了玩游戏不择手段，这坑真的很烦哎、欸！我不喜欢这些坑，我就会花这种破时间把它修起来，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因为 creeper 还是会把它炸开。
还有土很多，土非常多。看啦，多放点呢。嗯，我想，有啊，我放已经放够蛮多的了，人不够多。大家看一下我的音响。踩一下羊毛 ，Hello 羊驼，我抓一只黑羊，然后让它去生，然后生了两只灰羊出来，嘿嘿。走进你麦块家，看到麦块爬爬在吃外麦块吗？这就有点恐怖了哈。Hello， 羊真的很棒哎，所以我不会，我没有要，就是羊毛长得又快。不会像鸡一样生一堆没有用的蛋，超烦。鸡肉已经多到不知道干嘛了。呀，太多了啦！哎呦，今天最麻烦就是蛋跟羽毛，蛋就是丢掉就好，但是羽毛会一直就是没有办法，不知道可以拿来干嘛。做箭，但是箭碎石也没有这么多。鸡就是杀一杀这样子，不重要。拜拜。对，我今天要学的方式。乱跑的鸡就是杀掉。哎呀 ，sorry。拜拜，这页可以刷掉了。我要皮革啊！拜拜。对啊，他十六还十六可以组超级占位置，有够麻烦。小妹，我现在可以不用拿尾鸡，不然就鸡会超多。这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超卡，但是 OK， 好。哎呦，很烦欸，有够挤。好香哦！那、啊、你买了什么吃？我买了什么？我不要买。哈？真的欸。是啊。哎呀，想出来吗 ？Oh my god！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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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做很多肉可以喂狗吃。那狗狗在哪？羊毛真的生超快，优秀的素材。拜拜。哦，羊没有皮革吗？好吧，可惜。铺地毯要，你看，等一下哦。好啦，
Sweet， 表现有地毯。爹妈要操作那什么氢什么石的，然后就不可以拿来干嘛，全部拿来做燃料。后楼组对啊，装置艺术、雕像对啊，很多这种的。哎呦喂！斧头真的很万能，可以砍树，然后又可以砍东西，也蛮快的。哈啦，这是我，就是除了我家这个漂亮的地方以外，我想做的东西就是铁道，因为我实在太容易迷路了，没有办法，我真的是需要试做一下。就是这个金色，你一定要用这个金色吗？可以用那什么触，这叫动力铁轨，可以用什么触发铁轨吗？到了、哦，好，目前是有用的，就在这吧。我铁轨吗？我没有铁轨，那我先盖铁道好了。我有铁，我也没有，哎、欸，怎么没有？那我要走回去、欸，哭啊！好，真是走不了吧？小琴，小琴去，哎、欸，小琴在哪？没看到了。还有他的房间 ，OK。哎，你在看我直播？没开始玩那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比，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没有用过滑鼠玩那一块，所以一切都很自然。谢谢，谢谢多少钱？欸、我刚没有看你进来，真的。我已经用习惯了，好，滑鼠倒是有点不习惯。我说这是什么物品来，每次都这么爆满，很不舒服，实在是。啊，鸟猫在外面。米兰啊，羊毛，可以。滑鼠比较直觉，我也很久没有滑鼠了，就是。握着会觉得哦，好不好陌生的感觉。这是我的二楼呀，还有，很容易就死，还好我现在越来越熟练了。我的书桌，嘿，这不知道什么，忘了。有阳台，我真的选这个青苔，这个很棒。可不想要破坏当地生态，可能可以再把一些东西砍掉一些。我已经在努力的，我觉得、欸、用岩浆烧森林很方便哎、欸。我这边是海，对啊。我觉得应该之后会更大，就是现在是高嘛，我觉得之后可以往后再就是拓宽这样子，可以让铁轨变成我家的一部分，可能我家的二楼就可以接近铁轨这样子。没有，对啦，我也觉得不是啦，但是就是因为树我有种子啦，它会掉一堆种子，一堆种子，我要种都随时可以富裕，哈哈。但是青苔这种东西挖掉就没了，所以不行。嘿，哈？哇，那个磁碟，右肩的，不是，这是磁什么磁 magnet，
磁铁。也缺数。早安，杜根大使没有错。怎么的麦快吗？嗨嗨。默默，你睡太久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会睡到，我有睡到十二点过，还是早睡。只要有心就可以睡。Hello。嗨。然后砍了一些树之后，等下去砍采一些石头。我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用那个石头，我用石头做的轨道。它不是什么鹅卵石，但还要烧，很麻烦。然后才多采一些木材去烧。嘿嘿，不行哦，人家是未成年哦。要这边也看一下。那时候很妨碍逃跑，就是骷髅头真的很难打嘛。可是我攻击，我用我用这个手，这叫什么？触控板，我的弓箭射超准的，神射手，哈哈。对，是你睡不着。不然嘞，嘿嘿，是他睡不着，不可能推荐偶像就是睡不着喝酒吧，后街女孩有啊，不可能怀疑我们是后街女孩吧？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呜，再来挖点石头。然后我就看了一些其他的设计，就是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我斧头坏了，好，你先讲吧。就是那个，就是把砖，把木头这样直的做墙，再做墙壁，那很有点奢侈，就是这样直接放一块，然后横的一块，然后直的一块，横的一块，这样拼贴，这样很好看。我要去挖石，挖点石头。我觉得有大几率摔死，摔死就摔死吧。呜呜呜！冲啊！好酷哦，怎么都能挂？这不是我家附近吗 ？Oh my god， 这首歌。我也真的有很多难挂，算了，好麻烦。以前真的有先查护照，看有没有去过泰国，真假的？不一定要去泰国吧？他们的变性手术是特别的发达吗？就是有比其他国家厉害吗？还是比较便宜？还是比较普及？其实不知道哎。
我这边我住了驻扎这一区块，那一块这边超穷，就是都是石头，然后碳跟铁跟钻石、黄金什么都超少，就是有时候刚觉得驻扎那一块。好，以后啦，就是应该要有个先例，就是有人被爆出来之后才会去这个、啊。哦，是煤炭 ，lucky， 耶、yeah, 哦，走开啦 ，go go。哎、欸，佳，嗨，你回来了。你吃饭了吗？对啊，我也是。我在直播，对，我在直播。哦，那我踩我的。我的稿子快坏了。Oh no， 它真的坏了。还有吗？还有哎、欸。我不是来挖石头的吗？再下，再下，再哦，坏了。没关系，我石炭还没太蛮多，差个火把。我没有把酷啊，哎，先做。嘿，哎，怎么上去、啊？毕竟有需求，那应该感觉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厉害的能力，不然怎么会这么红？嗯哼，我最近想要把我家后面这边扩大一点，所以哎，又坏了，怎么这么快？捷星变得超棒哦！你没有去看哦，还是太有线上的。嗯，那个，我的声音啊！透光散长烟真的很漂亮。嗯，谢谢玉珍送的掌声鼓励。板砖，哦，好像不用那么多。冲啊！继续盖铁道。好了，现在真的是蛮操作，真的是蛮溜的。
好喜欢这种感觉，我真的像在拍游戏实况的感觉，嘿嘿。我刚刚干嘛？可我一直，我是注意力不集中很难，我就觉得那种一直很难，很难记得我刚刚在干嘛。这为什么会有水？一直啊。哦。好裸，好赤裸，等一下、哦，好吧，那就哈哈，强迫症要中风了，没关系，看不到。贴纸代办事项，我觉得可以耶。直播的话可能可以，但是自己玩好，我就觉得没有这么麻烦的感觉。啊，又要自己走。啊不知道我矿车啊，我在干嘛？这边有火把，我是火把，用来当路标用的。下去真的是会直接拜拜、欸，天哪！我没有办法，我如果目前都开不喷装的话，我现在都在哪？但目前都没有开可以防喷装的东西的话，我现在会在哪？我可能一定不玩了，气死！现在呢？等下差不多可以往右转了。你可以开个山洞，超级大手笔。直播的贴纸哦，不对耶，我就换掉了。我现在很衣服很明显，我现在盖铁轨，下次吧。哈，来。我剪，然后剪到我手。你在干嘛？在剪什么？你怎么了？那时候开优格，然后被刮到。优格，优格不是都是封膜而已吗？哎呀，有个塑胶片扒开，还有开反面。天哪！我脸不是摔的脸皮。有吗？看我天才做法，把树都的顶端挖空，然后做成一条路。哦，它不会摔死啦，它都蛮会被瞬移来瞬移去的，而且我超多狗狗，多到已经有点。可以当成免洗筷在用了。是啊。真的吧？我不会，这是游戏的，对，我知道这是游戏哈，我不会真的对狗狗这样啦。你为什么的饥饿号这么快？还健在。啊！对，我还在树上走路，树还比较比路好走，因为路都被树挡住了。
哦，现在我要走回去，先要差不多往上盖了。超远欸，真的超远，他没办法做斜的啊！操，冲啊！来做个铁轨，好。有 Steam 账号吗？没有，没有的。这样也是要坐超远的，我天哪！虽然说不会迷路，但是好远。你看它会瞬移，你看，它是有超能力的狗狗，它才不会有事，继续摔下去才不会对它造成伤害。嗯哼，我不知道我这时候盖这条是干嘛，我看一下，还是我这时候在装修屋顶？对，我这时候应该装修屋顶。以后还有三楼啊！我家有放东西，做木棒，然后铁，哦，铁的消耗也是很快的。这么多铁轨吗？好像是不用那么多。先这样吗？好。哦天哪，好好贴哦。好，出发。下次要开日马，日马我不会打日马。我会打台湾麻将，17张吗？房车，哎呦，火锅。他坐下来吗？好，好麦当好。让我出发。怎么？怎么了？我下雨，好，啊，我没有红石火把，好了，我，啊，我要干嘛？我在干嘛？哎，嗯，好，我去 shift，
动力铁轨之后再来改。哎，太多了。好，哦，真的很好哎！天哪，我的铁就像是大量的煤了。对，真的时代建设。三面。Oh no！ 这里才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哎！我的天！是来，加速的，哎，怎么少一段的 ？OK， 然后，同时我把这个，我开错边，说明。这样会不会跑不动啊？不至于吧。那还有很多黄金，黄金是从哪里生那么多黄金来？这是我的。那等一下来换那个。哦，这会不会太远？动力铁轨，大家跑不动就好。加速铁轨是这个吗？还是有更便宜的？这个叫金子哎。这是最贵的吧？啊，天哪，它很贵耶 ！Oh no！ 高恩爵有钱人的资，来自高恩爵有钱人的资助。穷就是要靠别人。Hello， 杏花。听话，哎呦，有参加去。会不会太远？对啊，高斯企业开什么小麦块里面的铁路？难道就不是高斯企业的吗？那高铁都他家的。嗯哼，的。他想直接这边跳楼，然后就是直接回家。天哪，怎么那么有钱呢？对啊，天哪，收好。哎，大家同不能等，哎，这是怎样？这颗是哪来的？这个币需要吗？试开，试开，好远哦。什么红茶美牛奶 ？Hello， 谢谢送了，掌声鼓励。Go， 冲啊！
什么？他刚是 OK 的，为什么现在不 OK？ 我变重了是不是？再一次。安诺，先什么安诺？我会变重吗？嗯，出了什么问题？对啊，现在就可以了，起来弄。对啊，怎么会？嗯，怎么会总是？哈哈哈？为什么在这？嗯，为什么在猜的？我在这，是这样。啊？这是什么铁轨？这是触发铁轨是怎样？啊！回来，先回家。哈。现在快没我脸哦，谢谢。但是我没买车票，直接送我回去。我刚刚没有注意到我的脸。嘿，出发！耶，冲啊！啊、会不会摔下去啊？我最后没有盖完嘞、欸。哈！哦，真的、欸。哦天，等一下，阿妈打给我，救命！吓到。抱歉。哈。你有显示在电脑？对。Sorry， 阿妈。阿妈，我知道，直接挂电话。没事没事，谁会去啰嗦阿妈？没事啊。然后暂停，不对，听到这个样子，有点眼熟，好像是有人打电话，游戏要被中离的感觉。没事没事，反正他不会掉，他不会喷装。我去拿筷子。没事，至少不是什么其他人。阿嬷还好，阿嬷这个人听起来就很棒。半夜偷玩电脑的屁孩，你知道，从小训练有素。因为我现在打开电脑，他就会打来一次，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会打挡油啊。还是我跟他讲一下，等一下，反正你们也看不到。哈，你看。哦，我离开伺服器了，笑死！啊，一种小就是半夜偷做坏事的感觉，我都成年了。哎呀，小时候有这种感觉。
动一下我直播间。对，我回阿嬷了，我直接挂他电话，然后说我在直播。他有看到吗？他没有看到，就没怎么办。啊！危机解除，危机解除。下风。好久没有回阿嬤家，下礼拜我就要回家。你们都没有回，先回去。唉，老人家就是可能会麻烦，不想回去，不想听阿嬤碎碎念。可是会知道，只是见到阿嬤是出去一次一次在减少，就是还是会回去了。对啊，这爸妈都蛮会知道，都蛮会知道电视还是不是烫的。这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听他们小时候，就是妈妈小时候被阿公抓包之类的这种，他们真的是就是从自古从什么从古至今就是衍生下来的抓小孩偷玩游戏的说法。代代相传，真的哎！如果以后有小孩，我一定是这样子啊，我一定会严格。现在电脑都随人，不好被抓了。还是有电脑买烂一点，就是他一定会被抓。为了这个，哦，伺服器又关了。OK， 重启，慢慢来。啊，明天思雅的演唱会呀 ！Hello， 欢迎战士。水冷是会怎样啊？它里面有水是不是？还是怎样？我不知道。还是它真的不会热哦？这么神奇！我领先你至少三个平行宇宙。真的耶。Hello， 澳门客。Hello。要吃我的晚餐。去哪里吃饭？那我鼻子红掉了，刚刚抓我的鼻子，他鼻头好痒。泡饭，那饭没有什么味道。欸，真的会有人喜欢听那种吃东西 ASMR？ASMR 是来干嘛？助眠吗？要听这个助眠吗？Hello， 西恩，喜欢你是说 AS 吃东西 ASMR 吗？哦，我是蛮喜欢听 ASMR， 可是我喜欢听人家讲话，就是轻轻柔柔的讲话。我很喜欢看Fana的直播，然后像昨天我就听他的 ASMR 睡觉，我永远没办法知道他30分钟之后在干嘛，因为我都睡着了，我真的不知道。兔子是哦，之前有看那个什么乌龟吃东西，它在吃那个生菜，这种
超可爱。但是我车不会拿来睡觉。你们什么时候听 ASMR 啊？睡觉吗？还是没有什么推荐的，就是讲话的 ASMR 啊？中音不要声音不要太萝莉都好。那怎么讲？女生，男生的话我有几个听得蛮习惯的。女生我知道，然后除了发男还有什么？子与爱，不要啊，这是好朋友哎，不要听好朋友睡觉啊，这是蛮怪的。你都听祖祖直播睡觉，那你的睡眠？因为你很容易入眠哦，你的睡眠品质一定很好。杰尼龟是吗？什么？我查一下。你在认真吗？杰尼龟破音，我知道了。Oh my god！ 呜，哎，我打杰尼龟 ASMR， 我第一个出现解剖青蛙教学，我吓到，这是直接是青蛙的内脏整个全开这样，我真的吓到。没有啊，都是一些什么杰尼龟破音。用手机看面面直播睡过哦，面面你也睡得着，面面不是也是蛮。频率蛮高的吗？感觉阿丽很适合。邱敏涵我不知道哎、欸，林姐我不知道。宝可梦好，宝可梦。那有人喜欢吃？听吃面的 ASMR 妈妈，就是把那面甩上哦，这个好可爱耶，杰尼龟耶，好好森林的声音哦，还有海浪的声音哦，哦。就是很多 ASMR 都是一些，就是像是用乳什么乳液哦，还是那种吹你的耳朵，或是水声，或是这样的声音。可是就是要听，我喜欢心音，心音，但是要慢的心音，心音太快我就会跟着嗨。这个 ASMR 爱吗？爱吗？爱了吧。赞吧，爱了爱了，火烧的声音我也喜欢，但是通常不会有。那个萤火的声音很好听。但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你要看时间，你跟什么著作多著名的东西都无关，你时间到就会去睡了。我想想，我不喜欢玻璃冰块的声音，就是他们会拌冰水，叮叮叮叮叮叮，我不喜欢这种。风声我也还好，风声，可是这是蛮常见的 ASMR 嘛，但是我还好。从慢变快会兴奋，对啊，我没办法，就是我可能在很慢的时候就会睡着。有火烧 ASMR 他们是怎样？他们要在家里放火是不是？抱歉，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点锅烧面 ASMR。谢瑞正送的缘分相遇，谢谢瑞正送的掌声鼓励。我要讲什么？还有什么？看一下。我猜 ASMR 种类，
毛刷声哦也不错，起皱啊、哦，我喜欢听衣服这样的声音，手指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我还好，可是他们都会综合在一起，对，我觉得主要是讲话的声音。我想听一些韩文女生的 ASM 吧，因为我听不懂，日文跟英文跟中文都听得懂，就是会去听他想要讲什么，但是韩文我听不懂，但是听起来也不错听，音调。翻找声我也不行，太吵了。半夜声不错，还有用那写字的声音我也不错。可是明显的写字的感觉不行，但画图的感觉可以，就是素描叫这种规律的可以。但是像写字就明显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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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种我不行。对，音调好听就好，音调很重要。Prolife 也有其他。JP 也有蛮多人会 SM 的 Choco Sensei， 可是 Choco Sensei 的听不到，他不是会员限定吗？然后那个团长 Finewire， 我没有听过 SM 啊，哎呦听过，但是很清醒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听，不是躺着听，有没有 YT 效率最高是助眠音乐很强。到方南我就已经够用了，每次听我都记不得他在讲什么，都睡着。吐泡泡纸我不行，我不能那种太吐出那种啵啵声音，要闷闷的声音我才可以。有些他们 ASMR 都是拿来助眠的吗？我不知道，还是就算你听得很开心，疗愈声音。像是 Fana 就是像是助眠，他就会每次都会开头就会说，就是今天我也来帮你睡觉这样子，帮助你助眠，这样子帮助你睡眠。听海底睡，海底在睡觉就帮你睡，哦，好恐怖啊、哦！这种真的蛮恐怖的。你可以把麦克风关掉，暂时。ASMR 是一种，我不知道它定义什么，但是他说触发 ASMR 耳语，就是 whisper 那种细小的那种讲话，就占了75%的有效触发，所以有很多就是讲话的轻拍、轻声、低唱、轻敲、毛刷、指触那种都可以。声音偏清脆的触发形式，像是那种塑胶袋或铝箔纸这类声音，有64%的有效触发，我不行。耳语类的 ASMR 触发形式，烹饪、玩游戏、视觉引导、催眠、冥想、激励你、漫谈不错，阅读、说故事不行，说故事我会直接听下去，我真的没有办法。开箱而已，讲解啊，粘着 sticky 那种我也不太喜欢，哦，很挑的我。咀嚼声哦 ，no， 低唱 humming 可以，亲吻声，就是像就是口水声的意思吗？嗯，要适当的，不然真的很恶心。大自然声，你是说发哪声 ？Walking， 哦，啊，什么脚步声？所以那个录 ASMR 的要一直走来走去，太累了吧？
你觉得有时候房间太安静，因为有时候没有开冷气，因为我们的冷气好像坏掉了，它需要停满滤网，然后卡死的话就是压缩机的样子，什么的也不太好。它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用途，除了送风。嗯哼，好啦，我要下播啦，我要去听我的 ASMR。助眠，标题都是助眠，对啊。可是我没有，就是让你看，就是越来越有食欲这样子。像有人不是韩国，不是很多那种吃炸鸡的那种，还是什么，就是一大堆在，还是什么日本的，我不知道大胃王嘛，就是很多食物在前面，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就会一直听他们是那种声音。拜拜大家，妈妈等一下，等一下我没念榜，救命，忘记。那，Hello， 第十名是瑞生，第九名是浩逸，第八名是竹伦，第七名是阿福，第六名是吉米周，第五名是庆。第四名是 Queen 子，第三名是飞鸿，第二名是思涵，第一名是 CQMK。我来专心吃我的晚餐了，宵夜。大家明天见喽，思雅的毕业公演，一直想想毕业演唱会，呀、yeah ，明天没来的也要看线上，好看，真的好看，会好看的啦。拜拜。